这是台东年轻小伙子把自己变成国际趋势引进台东的窗口，继续呢还有人是把欢乐跟勇气散播出去。这位小丑爷爷张世明曾经是个有大好前景的建筑系学生，22岁那年他发现肿瘤要开刀，不慎伤到中枢神经，下半身从此瘫痪没有知觉。由于开始医师隐瞒真相，所以他怀着希望拼命的复健，直到惊觉从此再也无法站立走动了，从此深深陷入自卑与埋怨，不愿意走出去接触人群，就这样在家浑浑噩噩了16年，有好几次是胃出血急救，后来第8次送医他才真正醒了过来。而出院之后呢，他很积极考取街头艺人的执照，把自己打扮成小丑模样，这样就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了，没有想到还能为别人带来欢乐呢。如今坐着轮椅，他用自己的故事要鼓励身障朋友走出低谷，他推动家庭无障碍的友善小旅行。小手送气球啊，送气球吗？小朋友你拿到了。因为受伤以后，你都是伸手要茶要饭，对不对？要帮忙要协助。哎，有一天你说，哎，我还可以给人家蜘蛛侠好不好 ？OK 啊、哦，好来。那小丑这个角色，当救人就能够给你，给人家欢乐。妖怪手表，还是蜘蛛人？那个熊的。还是乔五？哦，熊大。熊大。熊大来。白色镜框配上圆圆的红鼻子，他是小丑爷爷张世明，也是大家口中的小明老师。嗨，主任你好。啊，现在我在做的是手拿棒，然后他做一个造型，大概花个1分钟以内的时间，把它折好。比如说这个是手拿棒，我们来折一个头，青蛙的头，旅行青蛙。一条条气球经过巧手来回曲折，变化成各式卡通造型。小丑爷爷俏皮逗趣的模样，几乎让人忘了他是位坐着轮椅、行动不便的脊髓损伤患者。谁是熊大？好。画个鼻子，哦，这样就搞定了。就在大三的时候，因为发现说肿瘤，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要开刀，那就糊里糊涂开刀。那时候我以为哦，开刀好像割盲肠一样，割一割就好。22岁那年，他不只是篮球健将。还是位拥有大好前景的建筑系大三学生，但一场开刀失败，伤及中枢神经，造成下半身瘫痪，人生从此变了调。因为医生的跟你掩盖这个事实，说你要复健会好，所以我复健回去很努力的复健两年哦，爬楼梯、穿铁鞋、撑拐杖，每天都站起来复健，可是两年后还是一样。没有带领进步，那时的他才开始慢慢理解自己的下半辈子都要活在动弹不得的世界里。一般的观念很刻板的印象说啊，坐轮椅就不落用了啦，没有价值的，别人看你，你会觉得说看什么啊，会觉得那种自卑的心会觉得说看什么啊，看三小，其实是自己自卑心理引起的。无法面对彩色人生，瞬间被抽离，内心充满自卑与埋怨，他选择替自己的生命按下暂停键。甚至爸爸妈妈会认为说推你出去工作是很丢脸的事，为什么呢？爸爸妈妈家里又不是养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出去工作？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传统观念说啊，这个你不知道想会怕呢，祖宗缺德才会殃及子孙。渐渐自我封闭，他放弃学业，足不出户，在家一窝就是16年。因为胸椎一下没有知觉，他多次胃出血送医急救，最终捡回一命。生活不正常，物质了，那结果就第8次出血的时候，大量出血，
紧急送开刀房开刀，胃切除三分之二，把那个溃疡的部分切除，输了50袋的血，所以我的身体里面有50个陌生人的血液在奔流。那时候才惊觉到说，啊，差一点38岁这样就死掉了，还是要走出来，人生没有几个16年啦。相信活了下来是上天给他的使命。大病出院后，他鼓起勇气学习技能，替身障朋友提供身心辅导，并考取街头艺人执照，扮起笑脸散播欢乐。小丑哈、会比较不介意别人眼光，小明不见了，小丑跑出来了，那我就更不怕别人异样眼光看我。嗨，都是你们认识的，又看到小丑了，小丑来迎接你们了。67岁的他积极投入各种公益活动。2017年，他与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友善小旅行，用不同的视角与需求出发，优化无障碍旅游动线。现在是涨潮哦，而且现在应该是大潮。我的建议是，这个地方能够做一点无障碍的斜坡，让我们也能够下去浮潜。所以老师，通常轮椅都可以进沙滩区吗？可以，可以就对了。可以，不会因为有缘分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只要你有那个沙滩垫就可以了。透过旅游引导，分享轮椅族的生活经验，一趟看似轻松简单的出游，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台阶，对他们来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进入这个公园哦，它只有一个路口。那现在我们将沿路过来的话，这里的无障碍的坡道再也就下不去了。哦，它特别是电动轮椅。就很不方便了，那一定要有斜坡板，还有我们有期待一个移动式的斜坡板，稍微把它拉一下，我后面拉一下来，哎，可以哦，差一点呢，刚刚差一点都掉轮的。乐当身障者的引路人，如今他已经完成台湾日月潭、阿里山、马祖、澎湖等超过130个国家风景区的旅刊。假如是我一个障碍者，一直窝在整天窝在家里面，那不得忧郁症才怪。我们脊椎损伤没有10个，大概有9个都有，甚至我更夸张的说，10个有11个会有。为什么会有11个呢？连家属都想自杀，特别是我们障碍朋友来这里的话，会心旷神怡呀、啊，没有什么忧愁，没有什么烦恼。如果我们一起出来玩，你会看到孩子的笑容，你会享受跟孩子一起的时光，你会有一个很美的回忆。这时候，我们之间的互动就不是只有单纯的照顾跟被照顾的人，我们重建了互动的关系，重建了亲子之间那一种亲情跟信任。我想友善小旅行最重要的目的是这个。右边45度，耶！无惧行动不便，勇敢走出家门。张世明帮助身障者一探台湾土地的美丽风貌，带给他人与自己欢乐的同时，也找回了自我价值。